这一次来感觉怎样 ，King？ 哦，整个感觉很不一样嘞。哦，对，我就感觉头有点不舒服，头晕晕的。就是这一次来，可能因为时间也长了，就整个里面的那一种封闭感，有一种很压迫的感觉。对，而且这呼吸不是很好，空气不是很好。然后再加上画面上大家看的跟实际上我们在现场的那一种狭窄的感觉落差很大。所以说进来到里面的时候，你整个感觉是很未知的，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左两侧上方哦会出现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然后地面又很难行走，因为我们来看到什么蟾蜍嘛，还有蛇丹，对啊，往前走。所以那一个网友跟我说，他自己跑来，他白天进来，他觉得很不舒服。哎，等一下，没有写，我看一下，阿弥陀佛，这边。这里吗？对，这里写阿弥陀佛。再往前看一下，哦，这里要很小心。嗯，这有红色的绳子，人家做记号的吗？这里还有路，哇，这一条更窄。嗯，这一条就是一个人的而已。来，我站去前面让你拍，这样比较观众比较好想象。进来坐一下，你转过来，就这样。而且这里还有碎酒瓶呢。OK， 抱歉，不爽快。哪边？这里有，赶快救去！赶快救去！哎，六婆上来，这个人。王爷，这是有无清气的物件在挖进呢。嗯，看你徛一边，徛一个你用。就无清气的物件在挖进完。嗯。安尼，王爷是要帮阮处理嘛？是？嗯，啊，王爷，借问一下，这是算内底是有进前王姓是遮的亡魂，还是安怎？
是有亡魂在裡面嗎？敢是？是之前這個山坑裡面有人亡魂在這裡？還是有東西對我們進來？剛外面剛才對我們進來？這樣我們等的是要吸完就趕快離開。注意！香阁要停电无？我各位，要鞋啊！我明仔带咱来遮之前，遮才有鞋啊呢。而且阁是台底内底。系啊。靠边！这边刚好又一个洞口，他们是叫亡魂。等下，哥，这个一只，搁一只鞋啊，一只，还搁玻璃杆啊。所以王爷是有发现叫亡魂。而且里面那里有一条红线在地板呢，里面那边有红线在地板。感觉好像是那个做记号的那种线呢。对啊，王爷家，敢会当入去还是袂使？好，安尼我退后，来，请你后退点。逃这里哦！香要食起吗？这里。改虎的，好一点。快叫！好啦。对，完了，我听到吗？美小姐，好。这次好像我比较重价。好，小姐。很离奇，因为刚才我们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走上来，可是突然间他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鞋子有一双鞋，然后其中一双是已经被埋在那个石头坑里面的。所以有可能这边是有人进来，就是算有，或许是失主之类等等的，不确定。先把他叫起来。完了，刚才王爷有指示。完了，状况 OK。这里。走过去。你看遐。你就拄仔突然间走来遮，结果内底遐有一条红绳啊，一涂骹。
你先帮我起，我走过去给他看一下好了。进来有点不舒服，走，那香要带走。你好，你好吗？好，你倒倒行，你倒倒行。是。这里用走的就已经很吃力了，刚才他还用跑的，我们还追不上。对，因为看我在走就知道我是很小心，因为这个都是坑，地板全部都是坑的。这里加，这里哦，刚快一点喽。